一些事，一些情，一些好音乐。才华同身高，塑造完美的欧巴，更要电发梳个靓塔，西装加锯扒，无限量转画，波子玛莎起细渣，这世代要够夸，放飞感觉吧。凡有飞屎，几千当散银碎纸，一晚无法更要记得买粒跳戒指，立誓做绅士，魔鬼上身的武士，今晚就要杀先，我讲讲故事。哇哇哇，跟风跳吧，哇哇哇，前前骑马，顺流顺境话，我就死越嚟越好，内然仲好。你若然未嫁，恋爱变专家。一个字，恭喜发财，三分大雪家，这刻你属于华，烦恼都清脱下。再恭喜发财，今晚你实接单，心口有大志，理想变升华。Charlie Charlie 一蹦蹦 ，Charlie Charlie 一蹦蹦 ，Charlie Charlie 一蹦蹦。要相信在这个地球上的某一个角落，一定会有一个人在这里等着你。嗱，人与人之间最容易产生的就是感情了。学会选择性失忆是我们成长的标志。大时大节是把握爱情的最好时机。做人有口子，三观正好比老子，生意填晒更要买楼搞搞新意思。谁话我肤浅，揀女要揀懂阿姨，真爱就要勇敢讲出三个字。哇高声唱吧，哇一月买啦 LED 裤子 Fans 老子 PPADRC 卡子，你直头又买，只要够卡子再买事呢。恭喜发财，钱恩任你花，一晚变做马云，皇马都听你话。再恭喜发财，天生个大买家，Supreme Love 飲茶。 Charlie Charlie 切蹦蹦， Charlie Charlie 蹦蹦， Charlie Charlie 切蹦蹦，哈哈地呀。 Charlie Charlie 切蹦蹦， Charlie Charlie 蹦蹦， Charlie Charlie 切蹦蹦，哈哈你個人啊。恭喜發財，星期日晚嘅九点半打后咧，珠江经济广播电台啊，直播室里边咧，当然有阿志啦、Hugo 嘅呢个出现啦，两位节目小助理已经坐喺度啦。咁啊，唔知咧节目主持人你哋而家咧喺边度咧？咁啊，系谂啊，出边咧应该系落紧雨嘅。咁啊，当然咧就比晏咗阵系细咗些少嗬。呢个时候最啱应该都系喺屋企噶啦。系啊，而家落雨啊，我翻嚟嗰阵仲未。少少少少。哦，但唔系好大。系咯，今晚昼咧就落雨啦。咁啊，周围都去唔到啦。咁啊，所以我原本咧 book 咗今晚就打。波嘅嘛，咁咧就咁啊出唔到去啦，咁啊跟住咧喺屋企咧就化身大厨，好似好多技能咁啊，搞到自己嗱我的技能咧好简单嘅，我善用呢个即食嘅食品，系嘛，即系比较容易处理啊，系啦，冇错啦，咁啊咁咧就咁嗱，我哋之前咧我哋官网卖嘅呢个水煮鱼啦，咁啊系，咁咧然之后咧就咁啊整咗两包水煮鱼，两包水煮鱼，咁如果你出去食嘅话。水煮至少百几蚊啦，系咪先吓？我哋三包先九啊几，系咪先吓？咁、我食咗两包啦，两公婆加埋个仔食唔晒啦，咁啊，系，咁啊整咗两包水煮鱼啦，咁啊，跟住咧就你点大厨法咧？
啲咁容易整嘅嘢，我覺得我都得喎。你知我都即係呢個動手能力好差啦。我哪知啊？係其實咧，一個人咧係咪大廚咧？啊，都係自己瘋啊！好似係琴日邊個講話四大咩咁啊？讲就系搞笑系嘛，佢仲深信不疑个关键，关键系行内都叫顶尖人物啦，系咪先？呢下嗰下真系你冇办法嘅，有时你真系冇办法，有时真系。所以呢啲咧，自己话自己叻就得噶啦，系啊，自己话自己叻一定叻噶，系啊。如果你自己都唔话，边个会话你咧？冇错啦，喺呢个今时一个咁利己嘅呢个年代，系咪先？你自己都唔话自己叻，边个会话你叻？系啊，好笑啊！你听到都好笑。咁啊，点咧？做乜大厨？系咁咧，就系、是、我善用资源吓。其实咧，呢个大厨咧，其实无论系酒楼嘅呢个后镬嘅大厨啦，定系屋企嘅大厨啦，其实识善用资源咧。其實咧，亦係一個人咧管理能力嘅體現嚇，咁啊，咁咧我炒冰箱啦，咁啊，今日我炒冰箱，誒有水煮魚，有兩包 ，OK， 煮咗佢，跟住誒有呢個意大利麵，咁啊，好煮咗佢，蟹又什麼？誒咁咧就有呢、這個，誒仲有番茄醬，誒咧撈意大利麵啊正啦，咁、oh, OK， 嗯啊，即係咁樣樣啊，跟住咧就唔係咩叫就咁樣樣，我仲有咩？係啦，跟住咧就係我咪話咧喺呢個墨爾本嘅時候咧，我咪成日去呢個 Coast 超。市嘅咁啊，嗰个超市里边咧有一只咧德国嘅 pizza，、德国呢个 pizza 咧好食嘅，咁啊，咁我喺国内咧一直咧都揾唔到，咁有 friend 咧同我讲就话呢、這个咩嗰间超市叫咩每一个角落啊，好似啊，哦系系啊吓，咁啊以前喺文德路哦，执咗啦嗰间，即系以前有嘛，系啦，老城区点会有人买呢啲啊？你都傻嘅，珠江路市场唔知换过旺过几多，咩一定旺过好多好多好多。傻傻地喺度开嘅，梗系呃有钱佬噶啦咁样。喂，琴日咧讲开呃有钱佬咧，我后屘揸车翻屋企咧，我仲度咗条桥帮我哋国家。哦，我日后屘好多有钱佬同你讲唔啱，投诉你啊。点啊点啊，几多有钱佬赞成我讲嘢啊？志真的吗？系啊，哦、我识个有钱佬 friend 就话咧，佢已经咧就系、是、落订咗呢个帕加尼啦。啊，落定咗呢个帕加尼，但系就因为国六入唔到嚟，啊，即系所以就，哎呀，冇啦，拥有唔到啦，系啊，拥有唔到啦，冇、办法倾偈啊，以后系啊，冇办法倾偈，点难倾偈系咪先？就系啊，攞咩嚟倾啊？你攞咩倾啊？手谈咩真系啊？唉、哎，真系弊，系啊，真系，人哋有部拉法系咪先？之前入嘅吹啊。唉，见人低三分啊，真系，尽量唔出门。系咁啊，咁咧即系佢话琴晚听到个节目，哇，赞成到不得了。佢话哎呀，即系国家有关部门，即系应该听下你讲嘢啊，真系系啊，啱嘅，啱嘅，啱。我琴晚就增加到三十亿啦，系咪先啊？咁但系谂下咧，呢个税收咧，有可能系国家收噶嘛？咁啊，咁样唔系可能一定系。咁对于地方政府有咩着数咧？咁诶，我琴晚揸车翻屋企路上，我又谂到一样嘢。其实咧有样嘢咧，之前咧系为对为地方政府嘅收入咧系创造咗好高嘅收入嘅，就系、是這個這個、呢个呢个咧吉祥车牌嘅拍卖冇咗好耐啦，即系几多个八啊等等啦吓，即系比如讲广东地区咁计啊，系啦系啦系啦，冇咗好耐噶啦，你知唔知咧？嗰啲好多个八啊，或者咩 F 一啊、F 三啊嗰啲车牌咧，我记忆所及咧就系嗰个年代，即系嗰个年代几多年前啦，可能十年前吓，系已经系讲紧几十万、一百万啊，玩下手贵过部车啊！我同你讲，系啊，好多时候都系如果系稍微靓啲嘅车牌啊，你买部一般嘅车咧，都靓过一般嘅车，冇噶。而家嗱，坦白讲，你如果你系可以出咩五个八啊，五个九啊咁啊，或者咧俾佢自编埋，系俾佢自编埋。我谂而家嗱几十年八年前咧，已经即系过百万一个车牌啦。咁、今时今日吓，通货膨胀各方面啦，加之咁多年啦，有钱佬又搵多好多噶嘛，即系 take part 咁计翻条数。系啊，我谂五百万呢个车牌闲闲地，系嘛，系咪先？咁又有偈倾啊。系啊，咁你而家你而家买部买巴克嘅呢个650，系咪先？都唔使呢个价啦，系咪？一个车牌分分钟贵过 Benz 做一部车。都有幾好賺呢，點解國家唔賺啲錢嘅呢？真係係咪先？又唔係賺我哋呢啲草根老百姓賺有錢佬咋嘛。反正市場有需求。係呀、啊。咁點解唔即係俾佢哋呢？係呀、啊。你幾簡單揼個貼牌。係呀、啊。自己發幾揼呀。你實在唔得我自己揼我加錢都制。
证明我哋呢啲节目咧就冇乜政府官员听啊，你知唔知啊？影响力仲系唔够啊，真系啊！一定首先要自己啦，觉得自己影响力够先，系由穿帮啊，真系。唉、哎，冇啦，讲翻我煮餸啊。跟住咧就系、是、跟住咧就系、是，我琴日咧就去咗，我同你讲，我去咗太古汇嘅奥利超市买嘢啊嘛，咁、啊。咁我喺竟然咧喺太古汇嘅奥利咧，我发现咗嗰只 pizza。哦，虽然咧就系冇墨尔本咧咁多种口味啦，得两个口味嘅，咁、但系都好啊，咁啊，系，嗯，哦，就买咗、啊，跟住咧就开埋焗炉焗埋 pizza， 嗯，哇，你谂下我今日几丰富啊！当然，即系唔系所有都系都系呢个即食嘅，系、啊，我都有自己做嘅吓、啊嗯，即系呢个沙律啦、啊，咁啊，OK， 因为咧我好中意食呢个火箭菜啊，啊芝麻菜啊，咁啊，咁、啊洗干净咁啊，芝麻菜一碟，跟住咧就系、是、我屋企有啲羊奶芝士啦、啊，咁、啊，跟住咧就配埋啲配埋啲番茄，嗯，啊夹住嚟食。露系啦，咁我屋企咧阳台咧又种咗一啲嘅呢个罗勒叶啊，即系俗称金不换啊，金不换系啦，金不换咁啊，可以入饮酒人可以放啲噶嘛？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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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啊我屋企喺阳台仲好易种嘅啫，嗰啲你掟种子落就生，系咁生傻婆咁生得好快，控制唔住啊，控制唔到佢真到，傻婆唔快嘅真系。我发现咧好多其实香草咧喺我喺阳台种咧都好好生噶，系嘛？系啊咁啊，唔知点解我老移居咯嗰度，自己去嗰度，呢度风水最靓，我夜晚就。翻呢度同老婆讲，移居嗰度系啊，咁咧就跟住咧就啊，再嗰、那个沙律啦，咁啊羊奶芝士配番茄，跟住啦，咁啊再放翻少少罗勒叶，哇，正到不得了啦、啊！哇，你一餐影出嚟几靓哦，系我仲有手动做一个嘅吓，南瓜羹。咁、南瓜羹啊，好易做嘅啫吓，咁啊就烧红个镬，跟住咧就放油，跟住咧就将嗰、那个洋葱切啊切成片，其实唔使切成粒嘅吓，啊跟住咧炒，系啦，炒到咁上下咧就放将个南瓜切成块啦，咁啊掟落去就炒、嗯，炒到佢熟咧，然之后咧就捞起就放嚟咩咧？放落嗰部厨师机度、嗯，啊你知咩叫厨师机啊？唔知 ，OK， 简单啲嚟讲吓，系俗称搅拌器，高大上，哇就搞咁啊！搅拌器咧，其实是一个厨师机其中一个功能啫，一部厨师机好多功能嘅，咁啊将佢搅成蓉。啊！搅成蓉倒出嚟啊、再加少少炼奶，再加少少胡椒粉，就食得噶啦、啊，好食，系嘛？系咪先？咁、就一。是啊一顿因为大厨餐。是啊是啊是啊。咁、而且讲唔过瘾喎，系咪先关键又拍落嚟。你知啦我呢一期呢鍾意拍呢个小视频又鍾意剪片啦。是。咁啊而且哇成饭喇喇声剪晒出嚟。制作。是啦、咁啊已经呢就摆咗上抖音啦摆上小红书啦。又即系到处宣扬你个大厨啊。又摆上微博啦咁啊。呢个微信呢个视频号就迟啲摆啦冇乜用嘅呢个。微视啊嘛。佢就微信视频号啊嘛，咁我得闲先摆啦呢个啊，咁咧就系、是、大家咧可以睇呢个抖音啦吓 ，Hugo 的一些事一些情，小红书 Hugo 的一些事一些情，同埋咧我哋当然啦，微博嘅 friend 啊更加清楚啦吓、Hugo 的一些事一些情，都可以睇到咧我点样从一个咧厨房小白啊，瞬间变成呢个大厨嘅，喂得噶啲嘢，关键咧就系、是、我哋嘅水煮鱼咧容易做啊，系啊，首先咧你因为嗰晚直播我睇过嘛，而且又试过嗬，系啊，喂好简单啫。好簡單啊！咁你咧就先煲一煲嘅呢個水啦，咁啊，咁啊，然之後咧就將嗰個醬料包咧就剪開個膠袋，跟住倒落去，跟住咧就將嗰嚿魚咧凍成冰嗰嚿魚咧就放落去，咁啊一齊煮，咁啊，咁啊三五分鐘之後咧就 OK 噶，搞掂係啦。咁啊，即係呢啲咧就對於咧即係想宵夜嘅 friend 嚟講咧，就宵夜有時咧就覺得唔應該咁麻煩繁瑣，係啊，簡單快捷，係啊，嗱嗱嗱地，好明咧，係。咁啊，好咁啊 ，Hugo 成利贵言啊！我今日咧成为咗尊贵嘅 BMW 车主啊！哇，恭喜晒！诶，摆翻几围啊，刘生太，学下佢，学下佢，新车落地要学下佢噶啊！呢个 friend 话听到琴日咧 ，Hugo 读我嘅 email 啊，边晒衫边喺阳台度傻笑啊！哇，好开心！事实咧就冇一直听双低啊，的确系一种遗憾啊！冇听双低讲大学见，重听翻以前节目咧，学到好多嘢啊！错过呢个房产投资嘅黄金。十年咁样，住房不炒，但房子咧仲系最稳定嘅理财产品。前提咧，城市嘅地段、交通、学位、经济唔好咧，未来咧真系无法估
计，放水系迟早嘅事啦。一线城市嘅 friend 早啲买楼，支持双低到八十岁咁啊。系，冇错啦。咁啊，好咁啊，呢个 friend 咧，双低晚上好啊，深圳沙井嘅朋友嚟报道啦吓，我听日咧终于复工啦，早幼教行业噶，希望咧开金口啦，公司运营咧一切顺利啦，早日恢复正常啦。另外咧，帮我向同广州嘅猪猪飞啊，提前讲声儿童节快乐，不失梦想与缤纷，我挂住你啊！耶、yeah ！哇啊！芝芝 Hugo， 我今日生日啦，快啲祝我生日快乐啦！求 Hugo 开金口，希望咧徐生快啲娶我过门咁啊！仲有咧，可以参加面试并顺利通过面试，换个新环境，一定要读出爱你哋，撑你哋到八十岁，系嘛？系、嗯、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咁啊！呢、這个 friend 咧就今日自己日咧食自己一个人食咗三盒小龙虾，哇！犀利啊！咁啊，梗系犀利啦！哇！一个人食三盒都几都几系嘅吓，喂 OK 啊，好似系三盒成四斤半啊，系嘛？喂，你唔俾人哋三餐食噶、哦？啊，我前一日朝头早我自己都整一盒啦，即系从头到尾系咁食啊，系啊，咁啊点啊？系咪先补充呢个蛋白质？系咪先系好味噶嘛？好咁啊，呢、這个 friend 话恭喜发财 ，Hugo 咧又开始为政府嘅财政收入咧出计啦，咁啊，咁计啦，系咪先吓？我帮佢谂多啲桥咧，咁啊，总有一条桥被采用啊。可唔可以减下我减下我啲税？正所谓天增税与人增税，我长期保持25岁得唔得咧？唉，呢个 friend 有啲伤心。个位志哥啱啱俾人拒绝啦，30好几啦，咁忧乱啊，唔知道自己想要啲咩，静一静，专注于工作，至少咧有饭食，有瓦遮头，可以。可唔可以俾个加油啊？求脱单，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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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咁啊，呢、這个 friend 咧就话咧，宇宙无敌嘅低低啊，几经磨难啊，终于等到我喺地球嘅某一个角落嘅洛希先生啦，好但很不幸运吓，佢喺5月12号咧中风之后咧，一直咧昏迷不醒，祈求一个奇迹俾我哋，咁啊，感恩感恩，咁啊，咁啊，一定啦，一定啊，大步揽过，冇事噶，冇事噶，系啦，奇迹一定会发生，系嘛，冇错啊，好，咁啊 ，Hugo 哥晚上好啊，女朋友咧今晚约咗我煲饭，我。唔得啊！今晚要主持节目啊，你揾其他人啦、啊、咁。哇！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喂，你有冇男子汉大丈夫讲嘢真系我系啦，有所为，有所不为，又冇错啦。但系你即系，我唔知道有冇慎重思考你。嗱，千祈唔好后悔啊！唔系关键系佢揾到第二个咩、啊？好似我啲 friend 咁优秀嘅男生，拍心好系咪先？真系定啦！呢、這个咧只能够令佢女朋友咧喺度反省自己，喺自己人生当中，喺自己生命当中，喺自己嘅朋友圈当中，有冇一个比我哋呢个男生咧更加优秀嘅男生？系啦，系咪先？夫复何求系嘛嗱？谂咗一轮吓，果然系冇嘅，系啊，系啦。咁啊，等佢听完节目先啦，吓、啊，其实节目时间都唔算太长，系嘛？系。等得到唉，冇错啦，咁啊，好，咁啊，呢、這个 friend 咧就话咧吓，相低，听日儿童节啦，吓、啊，希望咧猪妈咪天天快乐，爱你的张医生，诶、系啦，节日快乐，节日快乐，节日快乐啊，咁啊，呢、這个 friend 咧就话，亲爱 Hugo 阿志啊，日本嘅 friend 前嚟报道啦，日本嘅紧急状态咧解除咗，好多公司咧同从听日开始咧就要恢复咧正常出勤啦，真系好惊。啊，满员电车啊，希望咧，在日华人咧都平平安安。仲有啊，请双低咧开金口求好运啊，今个月中中中咁啊，撑你到80岁咁啊 ，Sugar 咁啊，系加油加油啊！听日6月1号啦，咁啊，应该可能就系喺日本系嘛，喺日本恢复翻呢个正常嘅通勤啦，咁啊，系啊，加油咁啊，平安系嘛，系冇错啦，咁啊，呢个 friend 咧就诶啱啱睇呢个视频，一开始以为整沙律，诶减肥餐啊，点知后边仲有水煮鱼仲。仲有披萨，呢啲叫均衡，营养均衡，知唔知啊？喂，但系你可以将每个即系每一个餐单咧，有个主题咁样好啲喎。啊，点啊？啊，咁啊，有个主题啲 friend 可以即系，拣呢个，拣呢个，减肥到增肥，一餐单搞掂，你各取所需，咩都得，万能餐单。系啦，呢个 friend 话，唉，今晚错过咗5月天嘅直播演唱会啊，唯有听节目啦。咁啊，
完咗啦，完咗啦咩？佢八点钟开，佢咁快完噶吓？系咯系咯，个半钟、哦。不过差唔多。其实咧，而家网上之前阿 Sam 开又系咁啦，郭富城又系咁，网又咁啦，好似得一个钟度。系啊，个零钟噶咋都系。系啦系啦，一个钟完咗系嘛？系啊，五月天咁都拣喺五月最咩日噶嘛？系啊，听日就唔系啦，听日就六月天啦。咁啊，一个钟度啦，应该啊。系咁啊，好咁啊！呢、這个 friend 咧就话Hugo 哥今晚咧揸车去接老公啊，半个钟头嘅车程开咗一个钟啊，兜嚟兜去，终于咧接到老公啦！前几日咧 Love Q 直播咧买嘅大树菠萝咧，今日终于到啦，翻屋企食大树菠萝先咁啊，系啦，咁啊甜甜蜜蜜啦，嗰、那个甜蜜嘅六一前夜吓，系正。唔系呢个 friend 话为咗庆祝听日嘅儿童节咧，我今日食咗三个雪糕啊嘛，哇！个儿即系细路仔就个梦想啊，食多啲雪糕好正啊！好似我细路仔个梦想咁样，好中意食雪糕啊！唔系，我细路仔个梦想系好中意食学校出边嗰档牛杂啊嘛，系、啊食到啡晒数噶嘛，同阿姨。佢肯啊，咁喂日都喺度噶啦，你走到去边啦？你系咪先？几年几班全部写全部同你集低晒，佢唔系凭记性噶，本簿噶。你咁细个就开始即系识得用共杆，识得笃龟，咁细个识得用共杆原理，而且谂下啊，嗰、那个肥姨又唔收利息，系咪先？咁系有钱都唔俾啦嘛，梗系啦呢样嘢。唉，你今时今日嘅呢个成功，你都非侥幸啊，真系。多谢肥姨啊，你多谢肥姨啊，多谢肥姨。当时咧，其实我都立下宏愿噶，以后我有钱啊，我真系去大食特食。一餐，因为嗰时咧，嗱、你有钱咧又唔系多钱啦，咁啊食得笃得两串咧又意犹未尽咁啊走啦咁啊，咁、有时咧你特别些数，你更加咧就更加唔好意思攞多几串，更加喂你笃多两串佢话唔好啊，即爪啊，即刻唔赊俾你，系啊，冇高塔啦你咁系咪先啊？咁所以咧就又唔食得过瘾，咁啊所以咧我当时咧就有个宏愿嘅，等我以后咧大个仔咧我做咗嘢之后，我发达之后咧我咧就翻嚟呢度食，我系放开肚皮。有几多食几多，即可以食几多就食。系啦，成车食晒你咁啊，包咗呢部车。系啊，睇呢部木头车装几多啦咁啊。咁啊，真系噶，我好似喺节目里边有讲过吓。之后咧就系、是、之后咧真系咁啊。嗰时咧就未出嚟做嘢嘅，不过咧大学嗰时咧我已经炒更噶啦嘛。系啊，我已经帮泽美祖画图啊嗰啲嘛。咁咧就有钱啦，就有钱啦，啊吓，跟住就翻去啦。有钱咧就实现自己理想噶啦，系咪先啊？咁啊，我当时咧大学嗰时咧就先完成咗一个中学嘅梦想先，系啊，就系走去肥姨嗰度咧，系咁食啊，系咁食啊，系嘛？即系俾你系咁食嗰时咧，你反而觉得冇咁好食啦。啊，系啦，总系争啲争啲嗰阵咧，就觉得哇好味啊，好味犹未尽。系啊系啊系啊，后屘咧，阿肥姨咧就系唔俾占道经营啦吓，生不逢时啊。我以为系咁成日咁食之后佢都唔开。唔系嗰时咧就系唔俾占道经营嘅，咁啊跟住咧佢就入咗屋啊，有咗间铺，即系开铺啦。系啦，唔系我去嗰时咧，我去任食嗰时咧，仲系咧就放喺肚皮食嗰次咧，佢仲系推车仔嘅，啊仲有木头车。咁啊，仲喺度食嘅，咁跟住咧，再过多我谂过多几年啦吓，突然间咧又谂起嗰阵味咁啊，又去食，咁咧又去食咧，佢就入室经营啦，咁啊，咁咧感觉咧更加之咧就系同我童年食啊，或者青年噶，或者即系少年食啊，读紧书嗰时食咧系唔同啦，之后咧就再都冇去过啦。诶，会唔会而家即系？又可以出翻街啦，系咪啦？啊，即系流动相反嘛，系系，会唔会又变翻好味咧？我唔知道啊，系啊，你同、你同肥姨倾下。喂喂喂，又可以啦，咁唔同晒啦，五山啊，字唔同晒噶啦，部车都系啦，唔同晒噶啦，已经咁啊。咁咧其实咧我之前咧日记都有写过啦。咁我读大学嗰时候有个宏愿咧，就系、是、食匀广州大排档。当时咧我记得咧有一次咧就系、是、我读紧书嗰时咧睇《羊城晚报》，咁啊《羊城晚报》。当时咧就系唔知真假啦吓，佢话广州咧大概咧就有呢个6000多间嘅呢个大排档嘅。咁我当时咧成日咧就黐我个 friend 嘅，黐我 friend 咁啊，夜晚宵夜食大排档噶嘛。嗰时咧我又立下咗呢、這个大学嗰时嘅呢、這个，喂，你啲宏愿都系同食有关嘅。
民意食为天，OK OK， 天咁大件事，OK OK， 唔系一件大事咩？咁你嗰时有咩宏愿啊？啊，识识晒全校啲女啊！冇咁大諗頭咪就算係都唔係好大啫，你諗下港工呀幾多個女都屈住我數呀、啊唉你真係唔係即係喺嗰啲環境之下呢，即係呢啲呢方面能力你會頓化㗎，你知唔知呀？識曬都係宏願嚟㗎呢，系咁咧就食匀晒广州嘅大排档，跟住咧后屘咧就出嚟做嘢啦，咁啊出嚟做嘢咧之后咧发现咧食嚟食去咧其实都嗰几间，因为咧其实咧我读大学嗰时咧食嘅大排档咧就系、是、离我后屘咧第一份工嘅嗰个地方好近嘅，啊咁啊都系夜晚都系食翻嗰间，不过咧多咗一间豪宴饭店啊，豪宴饭店，豪宴饭店好鬼好食噶，以前觉得系嘛，系啊，而家好似都冇咗啦，特别嗰个鱼香茄子煲。哇捞五碗饭噶，真系太香了！人哋有啲伙计拎饭过嚟，砰一掟落个台面度，又买其他嘢，净系饭。北京时间22:00。系啦，再次提醒你一下，你而家听紧系珠江台广播电台嘅，系全宇宙咧最好听嘅呢个电台噶嘛。咁啊，当然啦，喺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晚嘅9:30打后咧，都会有一些事、一些情呢个节目嘅出现啦。咁啊，坐喺直播室里边咧，有阿志嘅以及小弟 Hugo 吓，喺直播期间咧，大家咧可以通过呢个新浪微博啦吓，咁咧就同我哋咧一齐咧喺节目里边倾下偈咁样噶。各位节目主持人，快啲过嚟，快啲嚟，快啲嚟咁啊！系谂下呢个 friend 咧，就好似我哋喺呢微信小程序直播咁学我啊，佢话。帅哥自制，我一边食紧猪肠肉，一边饮茶，一边听节目咁样。即系我当晚搭伴咪一边饮茶，一边食猪肠肉。系啊系啊系啊！哇，真系啊点啊！有品味。诶，嗰晚瞓唔着啊？你饮咗啲茶花？冇问题啊，冇问题啊。系啊，几好几好，卖算正常啊，系啊。系咯，所以咧，我哋啲好嘢嚟噶嘛。其实咧就系其实咧呢个饮茶咧，点解咧系瞓唔着咧？咁啊，好好似咧就因为咧入边嗰个茶碱嘅呢个浓度系嘛，系嘛啊，定系啲咩茶多？好似系啦，茶多酚啊嗰啲啦，啊咁啊茶多酚啊，一定系令人兴奋噶啦，系咪先？你考试高分啲系咪先？都兴奋噶啦，系咪先？系啦，咁多酚咁啊，系啦，咁啊即系刺激咗你的神经，令你兴奋噶。系啦，系啦，系啦。咁你出去玩啊夜场，哇多啲酚都好啊吓 ，FUN 啊系咪先啦？一条女同你讲。阿志 so funny 咁啊，哇，开心啦，真系咪先啦？系啦，咁啊，即系令人兴奋之余咧，所以令到大家咧，好似夜晚饮茶有啲，有啲担心啊。其实我当晚饮真系冇乜事啊。系，冇错啦，嗰只茶化石咧，真系得噶。我同你讲，嗰个制作工艺咧，又比较复杂啦，即系唔系普通嘅呢个茶叶咁啊，唔系普通话呢个普洱咁样做噶。嗯，系啊，系啊，独门秘方啊，迟啲话你知啊吓。好啊，相低晚上好啊，听日咧就系我同阿周总登记结婚啦，经历咗好多。终于找到，终于走到这一步，少不到呢就是有些焦虑啦，奴太往后余生请多指教，希望上帝祝福我们撑你们到80岁，小 DK 的一些事一些情，新婚快乐，新婚快乐，新婚快乐，永结同心，宇宙无敌的上帝，麻烦帮手呢做放一个沉默沉默启示啊！我今日朝头早咧7:20左右啦，将我个背囊咧放咗喺共享单车嘅头篮度吓。啊，背囊入边咧有我同亲戚嘅身份证啦、户口簿啦、银行卡等等咧、其他证件啊。共享单车咧，我停咗喺广汽传祺士利店。呢啲咪抽我哋水賣廣告咧，真係突然間讀到呢度有反應，太敏感啊！嗱，我哋好多領導監聽我哋節目㗎，嗱呢個唔係賣廣告啊，真係。不過佢講到真係好似賣廣告咁咯。嗱，跟住有地址啊，嗱呢間鋪頭咧就喺廣元快速同科運路嘅交界處啊，廣汽傳祺士利店喺廣元快速同科運路交界處。我今日咧無語咧。找了一天都沒有消息、哎、希望有消息的朋友可以留言給我萬分感謝啊、關鍵就是裡面有、即這個戶口簿、啊、很重要的物件、啊嗯、即如果、即執了或者等等、啊、通知這個這個 friend 微博叫什麼名字、這個 friend、在微博裡面說就是2020賓小康1989、嗯嗯、1989年出生的朋友2020就賓小康了、啊這個、當然這個願望就可以
梦想成真啦、啊，一定系啦，系咪先？到今年吓、啊，系到今年啊嘛，决战之年啊，系、嗯、一定得系嘛，系咁啊，当然都希望你啦，尽快揾翻呢个咁重要嘅呢啲物件啦，系嘛，嗯，冇错啦吓，咁啊，咁啊，咁、到底佢系咪即系利用我哋嘅同情心嚟卖广告咧？真系唔知啦。不过咧，哇，琴日咧真系俾人死一镬大啊！我真系啊，系嘛，咁啊，琴日咧就系嗰个咩啊嘛，嗰、那个其实咧我琴日一日啊，我都冇乜上微博嘅，咁啊，系啊，琴日一日都冇乜上微博，咁啊，琴晚做节目嘅时候咧，咁啊多手啦，点开啲 friend at 我啦吓，哇，我发现好多 friend at 我，就系嗰个方圆实验小学办区嗰件事啊。琴日做完节目我仲问你啦，我话、你有冇睇啊？具体点啊？因为我都冇点开。我大概知一件事啫。咁当时咧，我见到件衫咧咁多血，哇，好震撼啦吓。系啊，好可怕。系啊，好可怕。咁第一反应，因为咧，其实咧，阿哲，我发现咧，做咗人老豆之后咧，就一定系唔睇得呢啲咧小朋友啊，有咩冬瓜豆腐嘅呢啲咁嘅新闻嘅。哇，即系远离啊，系远离呢个绝对小朋友咧系我远离嚟嘅。哇，所以当时我好兴啦，系咪先吓？哇，咁都做得出。系啊，我翻到屋企，其实咧我做完节目咧，翻到屋企我先认认真真咧点开啲朋友仔 at 我啦吓，因为好多朋友仔 at 我 ，at 到多到不得了。咁、然之后咧，我就点开嚟睇啦，咁啊睇完之后，哇，真系好兴啊，好兴好兴。嗯，哇，真系完全唔见做咗父母就知噶啦。阿志，我要影低，我要叉咗佢，我要影低。我俾你影，我俾你影，唔关我事啊！呢个电脑我唔系我用。喂，而家喂，我觉得咧，即系而家嗰啲浏览器咧，嗰啲推送啊，真系啊，真系语不惊人誓不休。嗱，突然间笑紧啲咩？笑紧咩咧？咁咧之前咧，我知咧，面前呢个 mon 咧就有嗰啲，即系时不时会跳嗰啲嘢。系啦，时不时跳一个即系浏览器页面出嚟咧，就系、是。就是那些我哋之前啦，我已經發過啦，反正好大個胸啦，最好少衫嗰啲女仔啦，咁啊，咁然之後咧，哇，不知所謂嘅瀏覽器，係啊係啊，咁、你阿志你成日睇嗰啲咁啊，梗係啦，唔關我咩事，呢個算法問題，好冇睇冇睇冇睇，算法問題，哇，啱啱咧彈出咩啊？你知唔知道我突然間講緊嘢時見到個彈出十個男人九個虛，呢、這個方法可以讓男人大補，唉，真係啲瀏覽器，唔關鍵咧，佢呢個方法咧，其實我哋關鍵係我笑咧，仲有第二重意思嘅。佢呢個方法咧，我哋咧好多年前咧，正我講過啦，係啦，就係、是、食韭菜啊嘛，食韭菜壯陽，人都知啦。唉，真係啊，有嘅，有嘅，有嘅，唉，瀏覽器真係，真係。不過我講到邊度啊？啊，咁你咪講到好興嗰件事。咁咧，然之後咧就係、是，然之後咧跟住咧，我又關注呢件事啦。睇睇下咧，就見到人民日報嚇、啊，人民日報定人民網啊，應該係人民日報啊，就轉話呢件事咧就係、是、廣州市呢個教育局啊、公安局啊，已經成立呢個調查小組啦。即係咁啊，專門去調查呢件事咁啊。喂，大佬，我睇到我仲興啦，係咪先？有冇搞錯啊？喂，呢件事咧成半年啦嘛，舊年十二月嘅事嚇、啊，你而家半年搞調查組，有冇搞錯啦？即係當時咧，我哋。我同你仲喺度倾偈，我话喂，有冇搞错啊？咩来头啊？系咪先？哦，即系唔通话佢想冚住佢冚咁耐啊？系咯系咯，喂呢事一摆上网冚唔住噶嘛？系咪先？系，即系我哋当时怀疑咧，就系呢间学校咩来头，或者呢个老师有咩来头咧？咁系咪先？你唔知噶嘛？系咪先吓？咁、样咁啊，所以咧就百思不得其解之下咧，到今到其实咧，琴晚我转咗之后无奈咧，咁、然之后咧就系、是、广州公安嘅方面咧，就已经有回应啦。啊，出咗回应。系啊。就是之前咧发微博个博主咧讲大话咁啊，唉，即系喂，大佬你利用晒全中国所有网民嘅同情心嚟博一铺咁嘅嘢，我真系又系百思不得其解啦，又系只能去用呢四个成语呢个四字成语啦吓，百思不得其解，系啦四个字啊，咁咧就系咪先嗱，百思不得啊其解系咪先啊，四个字啊，咁咧就咁喂大佬，咁你即系。喂，你有穿煲嗰日，喂你自己个女点算啊？佢得六岁啫。系啊，即系你摆明就即系呢个做弄虚作假，而家将件事实咧夸张到咁嘅程度之下，系嘛？令到咧就全网嘅人咧，即系为之咧就即系啊，即系好唔开心啊，好激动啊，咁样。系啊，即系戥你唔抵啊，咁样。系啊，喂，你而家呢个剧情反转系咪先？你唔单止系打你自己块面，而且
咧打晒我哋全国网友嘅面啊，大佬阴公啦咁啊！但系对呢件事嚟讲咧，就系、是、我觉得咧有关部门咧，既然咧大家咧玩到咁尽啦吓，唔该咧就系嗰啲发出嚟嘅呢个通稿咧，就系、是、更加之详细咁样讲吓。咁我觉得咧呢个世界咧就好似毛主席话斋啊，冇呢个无缘无故嘅爱，都冇呢个无缘无故嘅恨嘅咁啊。咁点解一个家长咧可以不惜弄虚作假咧，砌你生猪肉咧咁啊？咁系咪两即系去到呢一步咧？系啦，除咗两个人嘅佢同呢个班长嘅八字不合之外咧吓，咁会唔会仲有其他嘅深层次嘅原因咧？唔该，一次过讲晒出嚟啦。嗯，系咪先？啱啊，即系好多人都想咧，真系了解下原因何在。系啊，就唔好等我哋咧一阵间咧坐呢边，即系猜嚟猜去啊！一阵间咧坐嗰边，大佬搞到我墙头草咁啊，唔好啦，系咪先啊？我系一个点啊？刚正不阿，唔系我系一个好有态度、好有原则嘅人嚟噶嘛？系咪先吓？你而家搞到咁样，我好难做、啊。是不是喂大佬真係呀呢樣嘢即係唔該詳細啲即係呢件事係點樣嘅來龍去嘛、嗯、交代清楚點解呢就係、是、俾一個說法啦等即係咁多即係呃咗咁多人㗎嘛。係呀因為佢裏面呢佢有好多嘅呢啲細節交代嘛又話呢就係要嗰個班主任照顧自己女咁啊跟住呢就係、是、個班主任話我照顧得得咁啊一年俾10,000元照顧費我啦咁佢一槍過俾60,000咁啊咁又話咩其他家長聯名寫信但係呢學校不为所动即我唔知呢啲系咪冚唪唥每一隻字都系大话咁、如果唔系嘅话呢就点解会咁样呢咁两个人点解会水沟油退咁样呢系咪先系啦不惜到如斯地步嘛。喂不惜呢赌上自己嘅前途命运唔单止仲要赌埋。小朋友喎、啊。系呀、啊、大佬你而家我中国呢我唔读书啦我出国度你而家出唔到去啦大佬疫情当前系咪惨啊。啊妈呢个 friend 话可以今晚开一支老司机啊提前过六一真係好正一个人饮咗半支呢而家处于呢个微醺嘅状态啊、感觉真係好啦相低中我早日脱单啦佢话圣诞恋者如何寻找幸福佢话、我怀疑自己真係一个圣诞恋者啊相睇啦就相抵嘅次数不断啦每一个条件都相当不错喎。但每当对方对我示好嘅时候呢我就会觉得好反感好想逃避。然后呢就会拒绝啦错过咗好多啊点算啊已经30岁啦。哎呀咁样样会唔会系即系话对即系对恋爱系会多少有啲恐惧啦。咁啊，其實咧，我覺得咧，當一個人咧對一件事咧好渴求嘅、好渴望嘅時候咧，其實咧，嘅感情咧係好複雜嘅。除咗單純嘅渴求、渴求之外，做乜嘢噶嘛？啊，除咗單純嘅渴求之外啦，咁其實咧仲侵襲住咧好多好多好複雜嘅感情裏邊嘅。其中一樣嘢咧，就係、是、對呢樣嘢有一點點嘅恐懼。嗯哼，系啊，即系其实有啲恐惧，其实道理上系正常嘅吓。唔系，当你对一样嘢求之不得嘅时候，嗱，至好简单嚟讲，我哋举个好通俗嘅例子，大家都明噶吓。当你突然之间咧，你见到呢一个女仔咧，哇，好靓，一见钟情，系咪先吓？系。跟住然之后咧，你好想去追佢。嗯哼。你呢、這个成个心态里边，你除咗呢个全力以赴去追嘅呢种嘅决心之外，你系咪仲有另外一啲嘅感情咧侵袭喺入边啦？啊、譬如话系啊，点啊？对自己嘅唔自信系，系咪先？譬如话对自己见到佢嘅时候，对于自己嘅言行举止嘅啊，点样做啊？多少咧系有啲恐惧嘅，系咪先？手都唔知摆边度噶嘛？系啦，手足无措，即系所有嘢都唔肯定系嘛、即系冇，即系自己，即系好难翻自己正常嘅状态嘅。多少咧都有啲紧张咁样啊，系紧张加恐惧咁样。嗯、其实如果有呢个心态咧，其实系正常嘅，但系咧佢次次都系咁。系啊，咁你冇办法噶，有样嘢可能你太渴求啦嘛，系咪先吓？所以咧，求其其拍次拖先將呢啲恐懼釋放下啊即係緩解下都好啊。係啊真係㗎真係㗎。即係唔係啊你好求其即係求其搵個人。咁你嘗試即係唔好話我哋呢其實我細路仔嘅時候已經睇電影啦睇睇呢個梁詠琪嘅呢個同呢、這個陳曉東嘅百分百感覺。咁、就係其實呢對於愛情嘅一種嘅注釋嚟㗎咋嘛。即係到底喺呢個愛情嘅世界裏面有冇100%感覺嘅呢咁啊。係啦。係啦即係先開始先㗎。
咁啊，有时咧，抱唔好抱太大嘅期望嘅话咧，可能开展得嚟咧就会顺利些少啊。嗯，系啦吓，玉树临风嘅呢个 Hugo 啊，作为一个老 friend， 我必须批评一句啊，你哋嘅鸭屎香系点咧？点咧？点咧？吓，好好饮啊，但系咧排队啊要排好耐阴公咁啊，系啦，麻烦你开个金口啦，我太太咧八月份咧就要生啦吓，希望咧太太咧，太太咧同 B B 咧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吓，17年嘅 friend 啊，祝双城大卖啊！仲有啊，你哋嘅水煮而家仲有冇啊？之前想买，而家冇晒啦。系啊，几千盒啊，成萬盒冇晒啦。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啊，对唔住，对唔住啊。系啦，哇！呢个 friend 终于咧就讲。嚟轮啦！呢位终于啊帮我讲句话，佢话我个电脑都系咁嘅，成日弹嗰啲广告，我都冇睇过啲咩网站啊！喂，唔该，电脑高手出嚟解答一下，心情唔好，我要糖，我要糖糖，我要雪糕，我要简单嘅甜。哎呀，祝大小朋友们儿童节快乐！即系成日弹出嚟，哎呀，真系晒好啊！系咪即系佢觉得佢又算法啊？喺作为一个正常嘅作为一个正常嘅男性啊，弹呢啲出嚟，你肯定需求嘅，你啊冇。理由即系成日睇车啊，睇下窗啊，睇下财经新闻啊，咁啊，我哋点解唔睇呢啲咧？啊，唔啱嘅，会唔会你嘅性取向有问题咧？啊，同你咬翻直佢啦，咁样。会唔会喺呢个算法嘅年代就咁样咧？就好似我咧，我会唔会你揾唔到我咧？就好似咧，我抖音咧，即系阅读量好低啊，低到惊人嘅。啊，低到惊人嘅，咁一定系呢个算法嘅问题。系嘛，你冇怀疑过自己？我梗系唔怀疑自己啦。虽然我剪嘅视频喺呢个抖音里边属于阳春白雪。好啦好啦，一定算法有问题，系咪先？啊，你系咩？喂，智叔啊，哇，好开心啊！细路仔咧，下个星期终于可以翻幼儿园啊，开心到今晚出嚟撸咩啊？撸串庆祝。撸串啊，撸撸撸串咁样啊！哇，咁啊，应该系6月2号就开翻啦嘛，系啊，一号仲放假噶嘛，系啊，一号咧就儿童节嘅，咁啊呢个小学啦、幼儿园啦都放假嘅，所以我仔咧听日都放假噶嘛，系啦，咁啊呢个 friend 咧就讲起豪宴饭店啊，哇呢个 friend 又食过吓，以前咧同班 friend 去啊，见到个茄子煲，人哋咧都 enjoy 咁样慢慢食，我咧就食到好似报仇雪恨咁咬，同你当年一样，系啊系啊，系报仇雪恨。真系好形象，好形象真系报仇咁报啊！真系啊，佢话哇喺食到咬牙切齿添啊！喂，真系太好食啦！其实你细路仔喺嗰度蒲噶，嗰度你地头嚟噶，系啊系啊系啊！但问题好似豪言饭店咧，唔系我即系冇咁早出现噶，系好似就出现一阵。就冇咗啦，唔系咩？唔系，唔知啊。跟住咧，斜对面间东南亚餐厅系边间组啊？又好似差唔多。东南亚餐厅都好多年，当时咧广州咧就唯一咧你可以食到正宗嘅呢个泰国菜啊，正宗嘅呢个东南亚菜式就嗰间噶嘛，系咪先？而家变咗帕斯琴行，系咯啊。咁又好似差唔多，唔記得啦，即係。跟住嗰邊靠近呢、這個靠近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越秀北路定越秀中路啊，即係東濠涌嗰邊啦、啊。靠東濠涌嗰邊。嗰邊嗰個粥粉拉腸同埋粥嗰間邊個內啊？嗰間內啲。好似嗰間內啲。要落兩級石級㗎嘛。嗰間內啲嗰間內啲。應該係嗰間內啲啩。唉真係。點啊啊喂係啦、我頭先見到個 friend, 個 friend 話喂佢係你個肥衣牛雜喺邊度㗎肥衣牛雜喺五山嘅。即係仲喺咪度啊我見到有 friend 有福又話唔喺度啦咁可能唔喺度囉。係間鋪唔喺度唔係人唔喺度啊喺五山嘅。喺五山嘅。咁啊。好咁啊呢個 friend 呢就話呢呢個 friend 話咩話啊呢、這个 friend 话咩佢话哇我年初立低嘅目标呢今年升职加脱单今日领导微信通知我提升我到管理级哇算系升职啦剩低呢就脱单啦希望快啲都可以实现埋啦咁样哇恭喜晒、啊、升职脱单係呀咁你呢个立下呢个目标系咪喺我哋呢、這个我哋嘅落风嘅新年万事屋嗰度立㗎。咦可能系年初㗎嘛。係呀已经有几个 friend 话我哋新年万事屋嗰个好靓啦咁啊。係啦。啊係呀仲有呢
琴晚咧咪有个 friend 话讲降薪成呢个小朋友学位嘅，系啊呢、這个要摇号嘅咁啊。今日咧复翻我啦，佢咧就摇到啦，摇到啦。你琴晚今后一开，今日就搞掂。哇！啊、虽然咧唔系最顶级嗰间啦，咁但系都好过去城中村嗰啲咁样。哦，系、啊、恭喜晒、啊，恭喜晒，恭喜晒，恭喜晒！唉，终于安乐啦！呢、啊、件事开心，开心，太开心噶。哇！呢个 friend 喂喂喂喂，我强烈要求呢个洗头水沐浴露打折，系或者组合价，系啊？点解咧？平啦、啊、要，最近问点解？做人唔系应该善待自己咩？买啲贵嘢嚟冲凉同埋洗头，唔系觉得自己嘅生活好优诶？嗰、个字点讲？优屋咩？三点水嘅屋字啊嘛，优系啊，唔系好优屋。咁你嘅物质又咁，即系你嘅品质咁好，嗯，价钱又系咁好嘅话，系咁咪更加好咩？啊！但大家会信咩呢、這个年代只要咩一分钱一分货啊大家会信咩呢、這个喂大家都唔系蠢仔嚟㗎係咪有冇人信啊有冇人信呢个世界呢啲嘢又靓啦成本又低。物美价廉。係物美价廉呢就系即系商家让利囉只能够。唉咁啊。考虑下啦，计划啦吓，计划啦吓。诶，呢个 friend 咧就同意我啱啱所讲啊，确有同感啊。琴晚咧睇新闻时候见到小朋友出事嘅新闻咧，一般啊睇新闻见到小朋友出事嘅新闻，我都会选择性唔睇啊。真心咧觉得受唔住啊。我已经有两个小朋友嘅老豆啦啊，顺便咧祝福下佢哋啦，儿童节快乐，健康成长。我会转达俾佢哋听嘅。咁啊，我哋嘅 friend 叫 King Kong 的一些事一些情，系咯，即系做咗老豆之后咧，好柔软啊喺呢部分啊。呢、嗯這个 friend Hugo 今日咧第一次同女仔出街 day 啊，诶，相睇话 day 啦，系啦，啊，妈咪介绍噶，倾咗偈一个礼拜啦，今日第一次见面啊，去咗秉城食饭，食完出嚟咧落雨啊，佢个雨遮咧又特别细，我仲差，雨遮咧直接都唔带啊，你阿妈教嘅都系，喂女仔，通常咧雨遮咧都会买我哋一些事一些成嘅雨遮啊嘛，广州女仔又轻便啊，系啦，好轻便啊，好细把咁摆落手袋度又唔会重咁样，系咪先？又唔会牙钉噶嘛，咁咧就系、是、同一部手机咁重噶咋，轻个手机添嘛，咁啊，佢话咧，因为我从停车场出嚟嗰阵咧，阳光普照啊嘛，咁啊，嗯。咁样咁啊，佢把遮又细啦吓，咁啊，然之后咧落雨啦，咁啊，男生冇带遮啦吓。由于啊雨落咗雨之后咧，地面湿滑吓，佢咧捉住咗我嘅臂弯，就咧再都冇松开过。一齐食饭，一齐行街，一齐咧行超市，我好开心啊，超 sweet 啊，耶、嗯 yeah, 正啊！落雨唔担遮系有好处嘅，系啦，可以逼埋一齐。系啊系啊系啊，啊，而且喂，而且个女仔。咧真系都几主动系嘛？唔系嗱呢样嘢你就咁样讲就唔啱啦。点唔啱咧？女仔咩叫主动啫？我哋个 friend 优秀，但系唔系个女仔主动，系情不自禁。主动同情不自禁系有质嘅区别嘅。真的吗？啊、主动真系咩都肯制，系咪先？情不自禁啊，实在压抑唔住自己嘅感情啊！你成日谂人哋咩都肯制啊！咁嘅真喂哇个女仔真係好醒目喎、啊、我觉得其实男仔女仔呢都好好啊天作之合啊真係。係咁大家都有意啦。係啦咁啊路面线啊我捉住你个臂弯好正路啊。係啦。係咪先一捉就唔放开啦嘛係咪先。我一放开就线亲点算啊呢个世界啊雨水可以线我但你唔可以线我。哎呀好幸福啊相低两老你哋好我由初中开始听你哋节目啦感谢两老呢陪我长大啊今日呢系我同我老公拍拖五周年纪念日结婚三年啦、嗯、希望相低可以开金口啦颜老板我爱你一生一世、嗯、祝我哋明年可以生返隻牛宝宝㗎嘛哎心想事成恭喜恭喜哎咁啊跟住呢个 friend 仲未讲完啊佢话呢就想同个女仔讲啊即系呢个翘住个臂弯呢个啊微微今日呢第一次呢见面啊第一次 day 好开心有少少甜啊愿日后呢有机会一起呢同你分享更多嘅美好我系 Peter。啊 ,Peter 啊 ,Peter 仔啊得喎、啊、真係 啊,、嗯、啊。喂读到呢啲呢好开心嘅呢啲留言呢嘅人特别开心啲啊。嗯啊知叔 Hugo, 我係03年嘅 fan, 我同老公呢而家喺多伦多听緊你哋直播好兴奋好幸福。希望呢你哋两老可以保佑我哋今年呢可以有个健康聪明嘅 BB 啦多谢多谢祝你哋生意兴隆啦永远撑相低。我老公唔知道我发咗留言俾你哋㗎求读出、嗯、林 BB, 我爱你。Yeah, 啊、是啦两位啊
啊，幸福、啊、幸福，系幸福，继续继续幸福落去啊！诶、欸，我今日咧唔知系咪睇边个新闻咧？好似系多伦多咧又发生咗呢、這个唔知即系警察咧掟咗个黑人落街啊！吓、啊，系啊，落街咁夸张？系好似系啊！我冇认真睇、啊，我好其实咧，我真系我人好善良，好鬼惊睇啲好血腥嘅嘢嘅，真系嘅，真系嘅。咁咧就睇电影都中意睇喜剧片嘅。咁好似话多伦即系都有一啲咁样嘅，系啊，唔系好似咧多伦多就因为呢件事咧就已经有呢个示威游行啦，咁啊，嗯，唉，真系啊，今年真系唔知点啦，系咯系咯系咯。啊咁啊！呢、這個 friend 繼續同我哋即係老寶啊，豪言飯店。係係。哇！個冬天門口有掛羊肉啦、狗肉啦，賣嘅火鍋咁啊。係啊。哦，咁嗰、那個豪言飯店咧，就係、是、咧已經後期啦。啊。嗱，即係高佬嗰陣後期啦。係啦，後期啦，因為咧豪言飯店咧啱啱開始咧係喺呢個豪言路嘅路北嘅。嗯、啊！到後尾咧做大咗咧，先至去對面街，即係豪言路嘅路南咧，再租咗間鋪嘅。太清楚啦，我係嘛？係啊，啊，我哋有錢俾有份夾錢裝修噶嘛，自己出咗唔少力。係啊，唉，好咁啊！呢、這個 friend 咧就是、成人嘅世界，兒童節要過，兒童不宜嘅事咧又要做，哇！好惡啊，成人都咩都俾你做曬啦，點算？啊，兩老即係因為好多男朋友咧叫自己女朋友叫 B B 咁噶嘛，係咪先？你記唔記得人哋 B B 咁啊？係嘛？咁你唔同人過下兒童節啦？啊，又講過去係嘛？係咪先？梗係用啲兒童不宜嘅事情同女朋友過兒童節噶啦，係咪？係嘛？係啊，即係合理。各自的方法有好多种啊，系啊，唔系买个模型车咁简单。两老晚上啊，之前咧，过年前后咧喺官网论坛发咗张贴啊，上个星期咧竟然有个女仔加我微信，经络咧都觉得 OK 噶，沟通咗一番之后咧，原来咧佢系我以前学校嘅师妹添，感觉真系好有缘啦。因为下个星期咧就开始喺新嘅公司翻工，由于我系一定要翻工嘅，而佢系咧就。周末相休啊，周五咧话想约佢周末出嚟食个饭，帮我揀下眼镜框，但系咧俾佢拒绝咗，应该点追好咧咁样？诶，佢周末相休，咁周五嚟道理上应该得闲啊，系啊，啊，咁即系唔想咯，或者嗰日自己真系有事咯，啊。但感覺咁好傾，應該係咪真係有事啦、可能真係有事啦，可能真係有事，或者人哋真係唔方便呢咁啊。咁啊唔好呢，因為某一件事其實呢我覺得呢其實無論喺工作上邊啦定喺戀愛上邊譬如話覺得對方應該可以應承自己一啲嘅要求嘅，但呢唔知點解當自己提出咗之後呢對方冇應承喎、竟然拒絕啊。係啦，竟然拒絕呢，咁你唔好懷疑你同對方嘅呢個關係、你首先要好清晰咁樣知道呢，其實我哋每個人呢可能呢都會突然之間有事啦，或者有事又唔方便同你講啦咁樣、你唔好將呢啲呢視作為一個好必然嘅必然嘅喔佢咁即係推我啦、我明白你咩意思㗎啦，唔好咁樣諗、我哋呢將個胸襟呢放闊啲闊達啲係啦，機會就係大把嘅係冇錯啦，唔好即係因為少少嘅事情呢就突然之間咁蛇龜咁樣。相低琴晚听完风喵呢，我真係好想评论一下㗎，真㗎真㗎真㗎，佢每次听完你哋直播节目呢都会有好事发生同埋小幸运㗎。琴晚听完你哋直播呢，最近一直解决唔到嘅问题呢有咗起色啦、我唔系算命佬呃你十年八年㗎，唔系每次真係听完节目之后呢都有好运㗎。03年开始听嗰阵呢我真係有呢种感觉㗎、快啲读出啦咁样。好係啦，继续继续听，继续有好运啊。係好运继续陪住你咁啊。是咁啊 ,Hugo, 阿志啊，我係上星期呢男朋友提前送禮物嗰個啊，男朋友呢真係聽晒話每日呢就發個紅包嚟俾我啊。今次我想問啦，近排呢到咗呢個談婚論嫁嘅呢個地步啦，決定呢九月領證啊，糾結緊年底呢定係出年呢先辦呢個婚禮咁啊。咁今年呢其實理論上嚟講呢就係雙春兼養月。好年嚟㗎。係好年嚟嘅。咁啊如果結婚嘅話呢其實都幾好㗎嘛。咁啊佢話 book 咗個伴娘伴娘閨蜜喺紐約啊，唔知幾時可以翻到求意见。咁呢样咁要考虑清晰啲喎，你系咪真系就佢啦？咁，唉，咁啊，
系咁啊，好似民航总局咧之前话讲五个一嘅呢、這个继续执行啊嘛，规定咧都系继续。系啊系啊，咁即系所以呢样嘢咧就要话、要慎重啦咁啊。咁但系咧又阿志啊，可能咧呢件事又可能会有变化。我突然间谂下，咁、譬如话咧美国如果嘅呢、這个市面上嘅呢、這个混乱程度咧再严重啲嘅话咧，会唔会我哋国家真系会派飞机去呢个接桥咧？撤橋呢，咁如果咁嘅話，可能嘅飛機就唔同咁講喇喎。係咪？係啊。即係有嗰個伴侶有機會返嚟做啦咁啊。係啊係啊。唔知呢咁啊。咁啊無論如何啦，都希望真係希望世界和平啦。係。其實美國出咁多事呢，其實我覺得大家都係人啊。唉，即係都係唔舒服嘅。其實係咪先事都係唔好㗎，係咪先都係唔好㗎，真係都係唔好㗎。半點報時。北京時間22:30。系啦，继续翻翻嚟嘅节目啊，一些事一些情啊。节目期间咧，可以咧通过呢、這个新浪微博方式啦，同我哋产生呢个即时嘅沟通关系啊。当然啦，我哋都要预告一下咁啊。咁啊，从上个礼拜开始咧，我哋咧就逢星期三咧，就喺我哋一些事一些情嘅微信小程序上边咧，就加咗一晚嘅直播嘅咁啊。系视频直播。系啦，视频直播开始嘅时间咧，其实咧我哋都换咗几次嘅。咁啊，有呢、這个8:30啦，有9:00啦，有呢个9:30嘅咁啊。咁啊，基本上咧，而家咧就统一咗啦吓。就是九点啦，基本都是征求大家所有主持人的意见之后、大部分都认为九点的嘛，系啊，九点会比较适合咁啊，因为我哋试过三个时间嘛，所以最后就定了九点啦，咁啊，一个其实一个喺居中的选择嚟嘅，中庸啊，系啊，切中主义的选择嚟噶，咁啊，跟住嚟呢个星期三咧，咁啊一个好特别的星期三啦，咁啊，因为跟住嚟呢个星期三咧，我哋有两位嘉宾啦吓，咁我哋咧就会去到佢哋嘅地头啦吓，咁啊。踩場啊，系啦，打客場噶嘛，咁啊，俗稱踢館啦，咁啊，系啦，咁啊，呢位嘉賓咧就係呢個雙招啦，咁啊，係呢個鍾飛啦，袁啟鍾啦，系啦，咁咧我哋咧我哋咧，因為之前啦，喺兩個禮拜前嘅節目裏面咧，就話佢哋普通話渣咁啊，係咁啊，佢哋又唔瞓啦，咁啊，咁啊，經過呢個個幾禮拜嘅呢，接近兩個星期嘅即係促成訓練啦，促成訓練係啦，咁啊，咁啊，知練成點咧？唔知，但係咧，我今日係睇阿聰嘅呢個朋友圈。咁呢就見到佢呢就好似離家出走咗好多日先返屋企嘅係咪應該真係去練啦係咪即係我諗佢即係最起碼我哋講係事實嘛係咪先去北京。而且佢嘅普通話嘅渣係事實嚟㗎嘛係咪係更何況佢應該都係一個有自知之明嘅人嚟嘅。係冇錯冇錯。即係急速咁練。係啦急速咁練去離家出走地練。離家出走去北方搵個地方練咁啦。係啦咁希望呢有呢個語言環境可以幫到佢啦咁係星期三晚咁咧就我哋咧就会一齐做一个直播嘅，咁啊用普通话播出咁啊，系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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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啊到时大家就听一听咁啊，即系睇下佢嘅即系提高程度到边咁啊，系咁啊，请留意咧，我哋星期一、星期二咧、星期三我哋咧都会发出嚟呢个预告嘅，大家咧就可以扫咗呢个二维码之后咧就可以订咗个 booking 咁啊，咁静待系啦，订咗个 booking 咧就系呢个嗰个叫咩？预约一个提醒功能嘅，咁啊到星期三晚咧九点咧就会提醒你啊开播啦入嚟啦，咁系啦，咁啊留意啊，哇呢个 friend 微博上讲佢话嗰日咧我 friend 夜晚同老婆煲饭嘅时候咧，突然间个仔开门入嚟，佢个仔咧11岁，就话。喂阿媽做咩你叫成咁咁樣。我 friend 就話冇啊你阿媽發開口夢咋嘛。係。個仔就話我以為你哋煲飯添咁。佢話呢個故事教訓咗我哋啊。一就係唔好唔關門瞓覺啦。第二就唔好同啲唔好俾小朋友知道煲飯呢個詞。係。芭比煲緊飯。喂反應都算快啦發開口夢。講慣大話呢啲。喂老婆快怀疑下佢唉真係。唉真係攞命真係攞命啊。唉真係小朋友嚟真係。唉咁啊。好咁呢就啱啱呢就睇下先。啱啱呢有个 friend 呢就发微博上嚟嘅，就话呢一家大细呢坐喺部车度啦，咁啊返个屋企听下我哋直播，咁而家呢仔仔呢听到我哋首歌呢就喺度硬身硬细，咁啊咁喺度呢希望呢我哋同个仔仔讲声啦，儿童节快乐，咁啊但呢霎声呢就唔知点解呢就搵唔到啱啱个微博啦，咁啊好啦，咁啊希望你先生呢慢啲开可以听耐啲啦。
系咁啊，系啦，咁啊，慢慢慢慢开，慢慢听，系嘛？嗯，系咁啊，手上咧就揸咗封个 email 吓，咁其实咧而家 send email 俾我哋咧有两个途径嘅，第一个途径咧就系我呢个充满感情嘅电子邮箱，咁啊好多年咧都冇变啦吓，老招牌老字号啊，loveq@loveq.cn 吓 ，loveq@loveq.cn 咁啊，好 loveq@loveq.cn， 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关注我哋一些事一些情嘅微信订阅号啦，咁啊。在微信订阅号的下拉菜单里面最右边的点入去就会有情感邮箱，大家在那里都可以 send 邮件给我们的。嗯，是啦，两个地方呢你 send 俾你 ,send 俾我哋嘅呢我哋都会收到嘅，咁啊。嗯，好，咁啊第一封嘅邮件今晚下。相低你好啊，国际惯例我懂啊，首先呢赞赞相低啊，风流倜傥玉树临风减肥成功嘅 Hugo， 哎呀弊啦，而家肥咗廿斤啊，肚腩好大啊，有住磁性嘅声音啦，仲好有钱，希望啦呢、這个啊，呢、這个我目标啊。等人呢一听到你嘅声音呢同笑声呢，人呢即刻呢就豁然开朗。而家智嘅情商呢非常之高啦，温文尔雅啦，有着迷人嘅声线，令人沉醉啊。同做 Hugo 的老婆做阿志的女友呢一定是非常幸福的，祝福你哋，是吧？嗯，是不是祝福我哋，祝福啲女朋友同老婆啊。多謝你。代佢多謝你啊。跟住呢讲一讲呢我最近遭遇到嘅事啦。我叫 M， 今年33岁啊，已婚未育啊。我老公呢叫阿 K 啊，今年34岁啦。我哋登记结婚呢有7年几啦，但到依家呢一直呢都未曾摆酒。啱啱登记嘅时候呢因为冇钱摆酒啊，跟住一直就拖拖拖。后来呢又发生咗一啲事情啦，导致依家呢都仲未曾摆酒。咁啊，我哋登记咁多年啦，一直呢都冇小朋友嘅原因呢係我老公嘅染色体有问题啊。咁啊，要做试管先得。我前几年咧都怀过三次，但都流晒产吓，可能因为冇小朋友嘅原因啦。佢一直咧都冇担当吓，同佢一齐啊，从谈恋爱啦到依家啦11年几啦。佢工作嘅时间咧加埋咧，可能得6至7年左右啊，其他时间都喺度玩，系嘛？哦，嗯，即系一个咁样嘅家庭状况啊。嗯，莫非系一个着人字拖嘅收租佬？啊，有充裕嘅时间啊！喂，而家我上微博，唔系 ，sorry 啊，而家我上嗰个抖音咧，成日推嗰个咩广州风笑，都几过瘾啊，两仔爷。哦，你有冇睇过啊？哦，我睇过睇过，即系话啲有时嗰啲嗰啲钱断根秤啊。系啊系啊，嗱呢个几多斤噶？啊，几得意啊，嗰个又啊。O K， 啊几。得意喎！佢同西門口係 friend 嚟嘅喎。啊，我好似西門口都有參與到嘅。係啊，係啊，係 啊， 啊，西門口又係我哋嘅 friend 喎。係啊，係啊，係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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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即係 friend 啦嚇。係 friend 啦咁啊。啊，得人揾佢上嚟傾下偈到喎，幾過癮啊！真係。喂，關鍵咧就係兩仔爺，即係阿伯都揾埋上嚟，咁就正啦。係啦，係啦，係啦啊！阿伯更加出彩啦，我覺得。係啊，係啊，係好抵死啊！嗰阿伯。好攞命啊真係啊。好咁呢就我到呢边度下。OK， 咁啊4月4号呢花几煮饭嗰陣啦，因为屋企有啲小事，我同家婆嘈咗两句，咁啊当时我老公问我发生咩事，咁我觉得好委屈啦，咁佢一直呢问我啊，我呢就想喊，佢问咗几次之后呢我同佢讲咗，可能呢佢冇留意听呢个原因啊，一直呢我讲啊佢都唔出声，咁啊咁呢我话发脾气唔食饭唔煮饭啦，咁啊你自己煮啦。可能因为呢件事呢我老公就觉得我错咗咁啊。嗰日呢其实我嫁嚟屋企七年几啦，每当我屋企呢都系我煮饭啊，而且呢都系同佢哥哥一家几口一起食饭嘅啊，咁啊全部都系我煮。佢哋一大班人嘅，一大班人好多把口呢等住食嘅。所以呢咁有时呢煮得多呢真系好烦嘅。我返到三楼咁煮饭一楼嘅。咁啊。佢亦跟咗上嚟，同事问我啊，发生咩事啊？咁啊，我话同你讲过啦，点解一直问啫？咁啊，跟住咧讲几句咧，佢就嬲啦，跟住同我讲，以后无论发生咩事，你唔好问我啊，咁啊，咁咧而之后咧就开始咧有过节啦，咁啊。啊，两个人咧就啊开始有意见。系啦，九点几夜晚九点几咧就出咗去啦，当晚咧冇翻到。4、5号清明节啦，我哋一大家人食饭，我叫佢食饭，佢问我点咩系我做嘅啊？如果边尾餸系我做嘅，我做佢又唔食咁啊？我话全部都我做嘅，然之后咧冇食啊。系啊，跟住佢真系唔食，又出咗去啦。哇！啊，咁咧就开始从4号开始咧冷战咧唔讲嘢，嗰几日咧我实在忍唔住啦，咁啊我就夜晚12点几。就发微信问佢，咁啊，问佢我到底做错乜嘢？点解呢几日咧一直都唔睬我？咁啊，系咯，佢就好唔耐烦咁问我想点样，直接讲啊，咁啊，
哦，咁啊，啊，亦跟住咧讲咗好多对我嘅感觉啦，反正咧就各种讨厌啦，对我嘅各种不耐烦啦，咁啊，嗯，佢当时俾我感觉咧就佢一直喺度逼紧我离婚，咁啊，系啦，即系咩都讲晒出嚟就争离婚嗰句啫，系啊，其实我对佢态度咧已经好服软噶啦，吓、啊，已经咧即系好低姿态咁同佢讲嘢啦，但系佢一直都逼我啊，当时嘅真系令我太失望啦，咁啊，咁啊，到咗4月18号晚黑嘅8点几，佢落班翻嚟，咁啊，冲咗凉啊，唔系换睡衫喎，跟住咧就系着翻啲出街衫。我问佢边度，佢话搵男同学。我当时觉得唔可能，点解啊？啊，上完夜班，夜晚朝头早八点几翻嚟，冲完个凉去搵男同学咧，咁啊，咁啊，当时咧我仲记得佢当时咧复咗我之后咧，偷偷地有个咧好开心笑嘅呢个表情，不觉意咧俾我睇到咗，咁啊，我而家谂翻咧，先至觉得意味深长，咁啊，咁样，当晚呢个八点几先翻嚟，翻到嚟咧喺梳化上边咧，啊挨下就瞓着咗。于是我就睇个手机啦，吓佢好醒目啊，将所有嘅消费记录删晒，啊咁啊，啊咁咧就我睇到嘅咧系一个坐地铁$11同一个商场里边借充电宝嘅记录，咁啊，系，咁呢个方向咧根本唔系去佢啱啱讲嘅，朝头早即系同学嗰度啊，系啦，同学嗰度嘅，去咗商场。系啦，去咗商场咁啊，跟住咧就我开始留意佢啦，开始咧查佢嘅呢个消费记录啊，跟住咧就查开房记录，跟住咧哇真系啊，查到出嚟啊，令我五雷轰顶啊！消费记录咧有食饭嘅，好明显系两个人啦，同时咧都买咗啲女性嘅衣服、用品之类嘅，哇！我真系简直咧唔敢相信佢会做出咁样嘅事啊，咁啊，而且咧又查到佢嘅开房记录添啊！哦，原来咁，即系有咁嘅情况嘅，系啦，咁啊，啊，咁咧就咁咧就呢、這个，当然，咁咧佢可能咧。都有所警觉啦，老公开始有警觉啦、啊，知道咧，即系老婆咧，可能咧暗中咧，即系查紧佢啊。系啦，咁啊，跟住咧，我就查到佢去某个地方嘅某间酒店嘅定位啦。不过佢都学聪明咗，咁啊，佢咧就跟住咧就又学聪明咗，跟住咧又转咗笔钱出去。我唔知道佢转钱俾人套现啦，定系转俾个女人嘅，因为睇唔到睇唔到名字咁啊，睇唔到对方收啊个名。系啊系啊，呢、這个时候咧。我仲未出声嘅，系啊，我仲想睇下以后咧，佢仲有啲咩大龙凤咁啊？嗯，啊，都系已经暗中调查紧佢啦，咁啊，老公有咁嘅情况，系冇错啦，咁啊，系咁咧，其实咧，我心里边咧系一直好委屈噶，咁啊，有时咧，你知啦，我哋两个出去食饭啊，点餐嘅时候咧，咁啊，啊，佢咧都会间唔中同我讲，喂，老婆冇钱啊，你俾住先啦，咁啊，啊，之后转钱俾你啦，咁啊，其实。之后咧就冇咗噶啦，唔系出去食饭都老婆揞袋啊嘛。系啦，我唔系话我唔系话好介意佢呢一点啊。但系咧谂下，佢同其他女人出去，佢乜嘢钱都舍得使，而喺我身上咧，哇，佢真系孤寒得滞啊。啊，咁咧就已经基本上咧就有晒证据啦、啊，证据呢、這个证明咧呢、這个老公咧就喺出边啊，就会出轨嘅。系。啊，咁呢样嘢就系、是，但系都未揭穿喎，系嘛？双方系啊，未揭穿，未揭穿，点解未揭穿呢啊，呢、這个先系 focus 阿志啊、嗯，上帝，而家你面临住一个问题啊，佢哋呢条村咧就要征收啦。前几日啊，同佢倾偈嘅时候，问到佢啊，到时回迁房有几多间会写落我名下咁啊？哇，即系睇嚟就肯定有好多间啦。系啊，如果一间半间，你即系点讲啊？有好似风萧嗰啲咁啦，广东风萧咁啦。哇，一间写名。系啦，佢话全部都唔写啊，系、哎、夫妻共有财产嚟噶嘛，我嘅即系你啦，咁啊，诶、哎，改身好似都有啲道理啊，我当时好失望啊，啊，可能到头来咧，佢真系唔俾我啊，啊，如果依家选择嘅离婚咧，啊，我咧就肯定咩都得唔到啊，毕、竟我同佢一齐11年咯，如果到时乜都冇嘅话，我真系好唔甘心咯，我依家33岁啦，啊，琴日咧又同佢倾开回迁房呢件事。我就话啊，边个边个同阿边个边个啊，都会话写啲落佢老婆名下啦，吓、啊，咁啊，
哇，咁咧就话如果写嘅话咧就开心啲咯，唔写嘅话咧其实都冇所谓嘅，咁啊，哦，嗯，即系又唔好呢方面做得咁明显啊，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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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即系不断咁探嘅口风，系不断探口风咁啊，啊，可能咧呢个我哋呢个写微唔系可能啊，应该肯定啊，我哋写 email 嚟呢位女士咧啊，女主咧系嫁入呢条村嘅，系，所以佢本身咧喺呢条村咧系冇房产嘅，啊哈，咁而家拆迁咧，外姓人啦，系啦，外姓人，咁拆迁咧就全部咧就系原生嘅房产系写边个名啊，俾边个嘅，系，可能原生嘅佢哋屋企好多房产咧写咗佢老公嘅名啦，嗯哼，或者佢屋企人啦，系，好大屋企人噶嘛，一家人吓。系冇错啦，咁啊，佢话咧，唉，其实都只能咁讲啦啊。呢几日咧，佢嘅态度咧对我好咗啲，但系咧，我觉得咧，我对佢咧系冇以前嗰种好爱嘅感觉啦。因为我自己咧都同自己讲过，要慢慢放低啦。等真系放低咗，我就会离开佢。嗯，但相低啊，依家我应该点算咧吓？系要等写咗名嘅时候再提出嚟啊吓？咁呢样嘢咧就会等几个月嘅，定系依家咧就同佢讲离婚咧？我想同佢讲清楚，我知道佢做过呢啲事情吓、啊，我系应该选择咩时候讲出嚟会比较好啲咧？定系睇佢态度咧吓、啊？如果佢话佢以后咧都唔会再犯嘅话，我会唔会相信咧？我应唔应该相信咧吓、啊？男人出轨嘅次数系咪只有零次同埋无数次啊？我惊我选择原谅佢咧，喺我不知情嘅情况之下咧，我老公会一而再、再而三咁样出轨，呢样嘢咧，我肯定接受唔到嘅。我应该点做咧？希望双低读出俾一啲建议俾我哋啦，俾一啲建议我啦，万分感谢。写得比较乱啊，唔好见怪，系嘛？最后祝双城咧生意越来越好，双低咧越嚟越靓仔。咁啊，多谢你嘅祝福吓、嗯。嗯，多谢。喂，如果咁样睇咧，即系如果系时间上咧，即系得几个月嘅话，我真系小不忍则乱大谋、啊嗯、即系无论话，即系你以后同即系老公嘅关系点啦吓，原唔原谅佢都好吓。咁、呢件事系咪即系？先等呢个拆迁先啦、嗯啊、点都离己啦系咪先。是十一年喎、哦。是啊十一年嘅共同生活咁样啊、哦、而且呢、嗯、即係冇生育嘅原因呢都係呢个男方嘅原因嘛、嗯、自己又冇过错嘅而且好似佢话斋咁多年嚟呢咁即係全家人咁多人嘅即係饭送啊都係佢亲自操持嘅系咪先。咁、嗯、有时呢啲嘢系嘛其实佢角度都可能话冇功劳都有苦劳啊咁样。是。啊咁好似呢就係寫返个名呢都应该嘅。嗱其实呢你讲呢样嘢呢係有道理㗎字。但係呢其实我哋喺度諗啦嗯如果嗱其实呢而家呢就係话我哋係冇辦法揣测佢呢、這个老公同佢老公嘅一家人係点諗係咪佢哋嘅呢个思维方式係点样嘅。係、啊。如果佢哋嘅思维方式就係话我都係到咗呢个阶段啦咁啊你好似你话斋你对我好啲啦俯首贴意啊咁、嗯、啊我咪寫返两间洗洗间嘅俾你囉。係咪先係。係、啊。嗯哼。咁如果你牙刷我一间都唔寫。係冇错。啊咁其实就係唔知佢係咪咁嘅性格如果係喂有啲如果係咁嘅话如果好辦啦如果咁嘅话就按照你去嗰个辦但係如果唔係喎咁啊本来就冇諗住寫㗎啦係咪但呢就话啊俾你捉到好似 feel 到俾你捉住少少痛脚嗱、嗯哎、不如一人一步啦咁我寫间又係最細嗰间啦俾你啦。跟住你又唔好出声啦、啊。你又唔好出声啦、啊。你又唔好理我啦係咪啦啊咁、嗯啊、样。咁亦有可能係咁样諗嘅。係。是不是、嗯、其实边种方式去更加适合你去应对呢咁首先呢我呢就好不幸啊咁呢我呢就同阿志嘅呢个意见呢係前半段都係一样嘅。啱、嗯、啊就係、是、无论如何係咪先都挨咗十一年啦几大挨埋呢几个月一年半载。係啊梗係挨啦係咪先即係睇清你最咩点先咁样嗯然后再判定你两个之后嘅生活。係冇错啦咁啊呢样嘢呢我觉得呢就係呢样嘢呢肯定咁啊，咁至于咩时候提出离婚，而离婚本身对于夫妻呢、這个共有嘅财产咧，应该点样分配嘅咧、嗯？其实呢样嘢咧，真系要问罗律师嘅。系啊，系啊，系、啊，真系要问罗律师嘅、嗯。啊，罗律师喺边度威啊？而家我唔知啊，有咁飘忽。咁其实
其实我哋谂下都系可以揾期节目啦，专门揾佢嘅，专门揾罗律师嚟倾下。咁啊，等大家有各方各面嘅问题咧，咨询又好啊，即系问下又好啦。系啊系啊，所以我哋储埋呢单嘢一齐问佢啦，系咪先？系系。其实咧，而家咧，我哋啲 friend 面临嘅几种问题啊 ，send email 俾我哋啊。咁啊，第一咧就系呢个劳动合同嘅问题，即系话打工啦，系啦，打工为老细炒我，唔赔偿我点算啊？我点样去维权啊？咁啊，咁第二咧就好多咧离婚呢个资产点样分配嘅呢个问题啦，财产点样分配嘅问题啦吓。咁而第三咧就系我哋好多 friend 咧就啱啱出嚟自己创业啦吓，咁啊写份合同都唔系好识噶嘛，咁只能够即系按照以前自己打工嗰度咁啊，佢点写我点写啦，或者喺网上即系 down 一啲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参考啦。系啊系啊，咁其实呢三方面嘅需求都好多嘅，咁啊唔知罗律师几时得闲啦，你得闲问下佢啦吓。系啦系啦，咁佢又忙啊。系啊，我哋即系可能揾一期星期六日又好，或者星期三又好，专场系嘛？系啊，专场咁啊，系啦，揾罗律师咧解决我哋各种嘅法律问题啊。所以咧，如果我哋而家啲 friend 咧有啲法律问题嘅话咧，不妨咧就 send email 俾我哋。send email 俾我哋，我哋睇下可唔可以搞翻场咧专场啊，罗律师专场，可以帮所有 friend 咧一齐解决一下咧，即系有啲嘢呢个冇办法，而家法律问题咧喺身边咧，即系时有发生噶，系啊，一定要面对噶嘛。系啊系啊，咁好啦，咁啊无论如何啦，对于啱啱正话嗰封 email 咧，我哋嘅回答咧，两个人咧都系一致嘅，罕有地一致，就系咧等一年半载呢样嘢系需要嘅。啊，等到呢个拆签之后，睇下佢嘅态度系点先。是啦，冇错啦吓。OK， 咁手上咧揸住另外一封嘅 email 啦吓。英俊潇洒两老你好啦，我系一个十五年嘅老 friend， 最近咧心情好唔好，失眠咧差唔多一个月啦，实在冇办法，所以咧要麻烦两老。赞美嘅说话咧实在谂唔到，因为咧依家嘅心情咧实在太差。进入话题啦，我系一个80后嘅男生啦，高中毕业啊，而家做呢个模具设计，工资咧万几咁啊。咁我太太咧健身教练咁啊，90后平均工资咧12000左右啦咁啊。我哋咧08年咧通过相睇認識嘅，去年咧九月份咧就領咗證，從拍拖到結婚咧，我哋一直都係異地啊。我喺東莞，佢喺深圳，平時咧嘈嘈鬧鬧到分手咧，我都試過，但婚後咧就好少再嘈交啦，咁啊。OK， 係啊，兩個人嘅簡單呢個工作情況啦、狀態咁啊。事情係咁樣嘅，由於疫情原因啦，我太太咧四月中旬啊先至翻工，啱啱翻去上班嘅時候咧，我哋仲係好恩愛嘅啊。上班時間咧偶爾視頻，但翻咗工冇幾日咧，我太太咧就開始對我態度有所轉變啦。佢同我倾偈嘅时候咧，经常会提起佢哋公司新嚟一个新同事肥仔。佢话肥仔人咧好噶，经常咧帮佢做嘢啦，仲经常咧买嘢俾我太太食咁啊。我太太咧都会咧整啲好食嘅嘢俾佢。我觉得咧，我太太对嗰个肥仔啊比我仲好啊。啱啱开始嘅时候咧，个肥仔话冇笔记簿咁啊，冇 notebook。我太太咧第二日咧就拎咗个俾佢咁啊。我太太份人记性好差㗎，经常返工连工衣都唔记得带，但呢却记得呢攞 notebook 俾佢。因为呢时间关系啦，佢哋公司呢嘅人返工呢都会自己带饭，咁啊个肥仔好多时候呢都会分菜俾我太太食，我太太呢亦会分俾佢食喎，一件鸡扒两份食啊。哇，有一次呢我太太嘅会员呢送嚟咗饭同埋汤，嗰个肥仔就直接啊攞嚟直接夹菜食啦，汤都倒咗一半嚟食。嗰日呢520会员呢520嗰日呢会员又送嚟咗两碗糖水，我太太呢就将碗糖水俾咗肥仔咁啊。其实我觉得嗰碗係应该俾我㗎嘛。哇，合晒醋喎，即係的确好似即係作为一个老公的确都又睇唔惯嘅，又好似啱。係啊係啊，我点解我觉得嗰碗係我嘅呢咁啊。因为呢我都去过我太太嗰度，同嗰个会员咧都识嘅，仲嚟过我哋屋企食饭啊，食饭添。哦，即系知道咧，即系呢个健身教练嘅老公啊，等等啲关系嘅。咁520咁啊，送两碗糖水啦，两公婆吓。系。我哋工作嘅地方咧几近噶，公交、地铁加埋咧先至一个钟头咁啊。虽然系深圳、东莞吓，但黐埋嗰度啦吓。系啦，好近嘅。平时周末咧我都会过去，佢一般唔会休息，所以咧就基本上周末咧我就喺屋企煮饭等佢翻嚟食。依家唔一样啦，基本上咧都系叫我送到佢公司前台。啊，仲有咧以前啊，我哋咧周三或者周四咧，我周三或者周四咧都会过去一晚嘅。第二日朝头早咧翻嚟上班。周末嘅话咧就星期一朝头早先翻去上班，而家唔一样啦。前两周咧我提过一周提过一次周三翻去，佢咧谂都冇谂，直接话唔好唔好唔好啊！周日晚咧都叫我快啲翻去啦吓，住多晚都唔得。佢以前好中意笑啊，而家咧对住我皮笑肉不笑啊，好假。大家
讲到呢个肥仔呢就眉飞色舞笑得十分之灿烂、嗯。上面嘅事呢都有个亲口话我知嘅。我哋呢每晚都会视频。有一次视频啊佢又讲到肥仔啦。於是我就直接讲啦我听到你肥仔我就好唔爽。然之后呢佢就话 ,ok,ok, 又唔喺你面前讲啦。我同个肥仔冇嘢㗎咁啊。我话你唔讲但你哋呢有接触嘛咁啊。冇諗到呢第二日呢佢同我视频嗰阵呢又好开心讲啊佢今日呢同肥仔点啊点啊咁啊。仲有啊我太太呢讲过几次啊。唉而家见到我都唔好似以前咁啦冇咩感觉啦。返工嘅时候呢都唔会挂住我啦。嗯哼。喂但问题呢即係可以喺老公面前咁肆无忌惮咁讲其他男生其实道理上系咪应该冇咩嘢啦。嗯如果有嘢应该就好刻意咁隐瞒㗎嘛。係。即係可唔可以喺呢个角度去諗啦。咁即係个太太喂你睇性格㗎字。咁、啊、有啲女生呢就係、是、特别可能做健身教练嗰啲比较外向啦。佢、有嗰句讲嗰句佢唔经大脑㗎喎。可能佢真係同呢个肥仔係冇嘢嘅正如你话斋呀。但係呢佢可能自己係代入有嘢嘅呢个漩涡之中呢而自己不自觉嘅。嗯哼。但问题呢老公已经提醒咗嘛佢明知呢方面会刺激到老公㗎嘛。嗯啊這個 friend 呢就唉異地夫妻啊嗱嗱聲住埋一齊啦係啦係啦我都係咁講。係咪啊即係會有啲牙煙啊。係啊係啊咁啊。係咁啊。自從攞 notebook 嗰次呢我就直接同我太太講個肥我就直接對我太太講個肥仔對佢有好感啊講過好多次啦佢都轉移話題。就從嗰次開始呢我一個月呢都冇瞓過一覺好㗎啦一啲安全感都冇囉。一醒呢就會諗返你呢件事好不安啊好驚呢我就咁樣会慢慢失去我最爱的人求两老帮忙我应该怎么做呢我都想过直接找个肥仔谈的不知道得不得呢求两老指点啊这样啊这个希望呢本星期可以读出啊我感觉呢差不多撑不住了多谢祝节目呢越做越好 ,LoveQ 大卖多谢你多谢你、啊、嗯即是我都是头先个观点啦好似即係咁摆明讲嘅话道理上呢就暂时讲都应该仲未有事嘅。嗯啊但问题呢就头先个 friend 讲即係呢样嘢真係要提起注意啊。係啊防患于未然啊。係啊咪都係真係有事发生嗰阵呢再嚟理会呢就会有迟。但我觉得呢你直接搵肥仔傾呢一件呢好梦寐嘅事情啊。係啊患者人哋万一个肥仔係基嘅呢係咪先啊。咁呢样喂即係你呢样冇凭冇证嘅话你傾、啊、你知唔知傾乜㗎嘛好戆居啊。所以我觉得咧，既然啊，你太太咧呢个佢哋嘅会员啊，都可以咧嚟你屋企食饭嘅话，咁我觉得咧，可唔可以咧，揾一次吓、啊，你开始咧，你而家开始你忍住吓、啊，男人做大事咧，你要忍嘅吓，你谂下越王勾践啊，卧薪尝胆系咪先啊？系咁多年啦，系嘛，都可以忍到过嚟啊，韩信可以辱可以受呢个胯下之辱，系咪先吓？嗯。咁樣咁點解啊你唔可以呢就話自己忍一忍呢咁啊忍一忍跟住呢就慢慢呢同你太太呢個言語中呢對呢個肥仔呢你慢慢減少你嘅敵意至少你唔好俾你覺俾太太覺得你對呢個肥仔有敵意而呢搵一次機會請肥仔嚟屋企食餐飯既然呢你煮飯咁好食㗎嘛係咪先咁你都係平時都係你煮飯等你太太放工或者送去公司前台㗎啦係咪係喂如果覺得自己即係話呢段時間呢佢覺得有啲忍唔住話會唔會可以即係話同公司請個年假之類咁樣即係話可以有一個星期或者再多啲日子呢同老婆住埋一齊咁呢件事會唔會係即係一就自己心定啲哪知有時呢你知啦喺深圳做呢、這個喺東莞做呢個模具設計呢做呢個模具呢唔係你想象中咁得閒嘅知唔知係嘛即係唔係話請假請假㗎嘛係呀係請假得地位啦唔該即係唔知道有冇機會再返返嚟係呀轉埋工啦唔該係咪先所以呢樣嘢呢就係、是我覺得呢就暫時呢因為佢都係師傅級㗎啦嘛過萬蚊咁呢所以呢我覺得呢就話呢樣嘢呢男人做大事啊特別呢對住自己嘅感情問題你一定要忍咁啊咁啊你反而呢唔好喺呢、這个喺呢个言语当中呢、逼得太紧。係啦逼得太紧。反而呢应该呢係氹你太太多啲讲肥仔嘅事俾你听从而你多一啲嘅线索嚟提供俾你分析㗎嘛係咪先。咁 啊另外呢就话傾到呢令你太太觉得啊你个人呢唔会咁呷醋啊好大度啊佢个朋友都系你个朋友啊诸如此类。跟住呢就提出嚟呢就得人呢请肥仔嚟我食饭啦我煮饭俾佢食啦咁啊。好人嚟嘅我同你讲就算咧有啲男仔咧想掘长脚但系咧叫长脚但系咧见到咧去到人哋屋企咧见到人老公啊咁样对自己咧只要一个人咧心地唔系太差嘅话咧佢慢慢咧。正点报时。北京时间23:00。